大家好，我是陈奕纯哈。今天我要来郑重的推荐阿宝哥的软体。那昨天12月11号是我女儿陈家的结婚。那在之前呢，我发简讯给所有我想邀请的朋友。那发出去之后，我就知道说阿宝哥一定会打电话给我。果然没有几分钟就打过来。阿宝哥说：“你干嘛一个一个这样传呢？为什么不用他的软体呢？”所以我才说：“哎，阿宝哥，你真的不知道说像我们这种这个时间紧迫的人啊，要写你的软体啊，实在是有一点困难的。”阿宝哥说：“不用，如果要写这个回函的话，寄回函的话，他来我公司跟我讲10分钟，我就会了。”所以今天早上，今天12月12号嘛，阿宝哥一早就来告诉我。真的不到5分钟，大概10分钟吧，就把整个都传好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接到我寄给你的一个谢函呢，那是应用阿宝哥的叫什么 ？Only You 哦 ，Only You 的软体，不是我一个一个在那边敲的哈、哦。所以各位哈、哦，这个应用阿宝哥的这个软体 Only You， 真的是我们独特变成非常 Only You 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传递的方法。好、哦，那还是恭喜昨天大家的参加跟祝福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女儿的结婚，我是非常的低调的，而且天气这么冷，实在是很这个不便的邀请大家来，但是我知道各位都会很衷心的来祝福的，所以很谢谢大家，还是再一次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